巨猫师三天两夜准备出发了，这个我们前面是阿南呐。Yeah, focus, focus, focus。顺利抵达我们第一天的营地，现在帐篷都已经搭设完毕了，总共有九顶。晚餐是我们的白饭、排骨、分居干贝，以及咸猪肉炒洋葱，以及金针菇，以及我们的番茄炒蛋，还有我们的汤，紫菜贡丸汤。我的碗没有很大，怎么夹也怎么夹很多。我的碗是这么小。今天早餐这个是蔬菜瘦肉粥，加我们的烧麦。11月25号的早上，现在西底这边已经撤收完毕了。现在目前要前往下一个营地，现在在猎寮营地这个下方就是了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待会准备搭帐。现在这里的帐篷都搭好了，啊，这下面还有别团的，所以今天猎寮蛮热闹的哦。今天是11月25号。的猎寮晚餐，这是我们的白饭，我们的蒲烧雕、鸡排、青江菜、高丽菜，以及我们的鱼碗汤。熊出没 ，focus。26号早餐，这个是芝麻包跟黑糖馒头，那这个是菜包，中间一样是黑糖馒头。再来是我们的奶茶，在撤收装备。这是阿南，阿南在撤收装备，收完就要下去了。帐篷都已经撤收完毕了，现在准备下山。熊出没 focus。今天是11月26号的早上11:20，我们下山，这是我们志荣 focus， 这是我们后面的好朋友阿俊，阿俊哥 focus， 耶、yeah ，到了，完美，完美演出 focus。